個投資者咧就係阿 G 嚟嘅，佢237蚊就買入咗嘅。咁啊，想問下你嗰個上網空間，你覺得有幾多咧？嗱，因為比亞迪咧，就首先你新鮮啦嚇，呢只股份我有貨嘅。咁啊，嗱，比亞迪咧過往就一條龍啦，啊做曬電能車啦，啊刀片電池啦，半導體啦，咁啊佢就會較唔受害於嗰啲芯片荒等等嗰啲因素啦，咁就好可靠啦。估計亦都率先咧，就喺上個禮拜就即係如果你比較翻八月初佢哋高位嘅話咧，上個禮拜五咧就叫做突破咗高位創新高。但如果咧好似我自己平時嘅分析方法用足身嚟計嘅咧，其實八月六號嗰個開市嘅足身咧，其實282蚊左近，咁就已經喺上個禮拜初其實就已經係屬於突破成功。咁我通常對於頭先話齋啦，受惠國策強勢板塊龍頭，咁嘅股份嚟睇咧，看好啊。咁啊，即管又要等業績咯。咁啊，有貨嘅話咧。以前頂位282蚊為一個界線，短線如果跌翻落282蚊咧，當然就會牛皮多少，但係唔會點弱噶啦。你睇到七八九月佢有 track record 俾你睇到噶啦。如果一直都企住282蚊嘅話咧，向上咧，因為上方冇下方冇阻力，創新高啦。咁所以通常我玩法會一成一成咁加上去嘅，可能首先睇住譬如330蚊啊等等咁樣。以一個放止腰的角度來去長揸。